出来了呀，先晚两秒再进去，咱先慢一点。夫人啊，咋还有人比我还慢呢？对面一楼直接选了一首肉鸽大白起，到了呀，我二郎神能怕你？直接发一首动人的小声律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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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么六呀。前期带了纯肉符文的白起，你别提多恶心了，根本打不动啊。但是线还是要抢的，毕竟我们这么硬，虽然说打不动，但是气势上一定不能怂。加入行不通就来中路找办法，月下无限狗直接射中小兵，但这个扁鹊也是肉的很啊，也是打不动啊，挡不住啊，整疼啊，赶紧闪现，回头再拱一下，直接脱身拿下一血。死不掉，细节回复，就这就这，春喵一亮，这游戏不就结束了吗？有兵线的时候，二郎神的尿尿激光是最强的时候，这时候完全不要松，直接和他刚就完事了。但是这个老肥肉还是差了一点啊。我打四六零卡了呢，咋回事啊？这手机天天给我卡，烦死了呀！不是吧，不是吧，咋又输假了呢？五个人强开一个外卡，怎么敢的呀？是你们逼我的，上图。罗浮尼奥不再低调。面对疾风吧。就这就这，不过情况好像不对啊，把美贪过呢。V8附体，别，我V8呀，老板，我V8。